绝对想不到，女生为了省钱都做了什么？3块钱的风油精能用出3000块的效果，只有1%的人才知道的隐藏用法。一、驱蚊手环，把水、花露水、风油精按照3:2:1的比例混合在碗里，再把喜欢的头神放进去，等待泡一个晚上，几分钱就拥有一个好看的驱蚊手环，蚊子见了都要绕路跑。二、除螨喷雾，别再去网上买大极限的除螨机了，准备一个喷雾瓶，把水和花露水按40:1的比例混合稀释，喷到沙发上、床垫上、枕头底下，几分钱就能轻松 get 除螨。三、驱蚊香包，准备一颗妈妈不要的大蒜，在大蒜上滴几滴风油精，口罩包裹起来，一个好看的驱蚊香包搞定，挂在门把上，窗户、卧室堪比几百块的驱蚊仪。四、除臭剂，夏天洗衣机温度太大，在纸巾上滴几滴风油精，揉成一个团子，放进去鞋子里，第二天就跟异味说拜拜。五、驱虫喷雾，风油精、花露水、白醋，按1:2:3的比例混合均匀，厨房管道、浴室和垃圾桶喷一喷，小飞虫、苍蝇再也不敢靠近。六、去包包笔字，皮包上不小心被笔留下印记，就把风油精往笔字处点涂几下，轻轻松松就能卸得很干净，不用花大几百去干洗店。七、削字笔，把风油精涂在快递或者外卖单上，个人信息轻松就能消除干净，就不担心隐私会泄露啦，这不比10几块钱的消除笔香多了。八、晕车贴，晕车的小伙伴准备一个创口贴，把风油精滴在创口贴上，贴在手腕的内侧，彻底告别晕车的烦恼。这些隐藏用法你学会了吗？